秦大小姐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谁告诉你的？是你讲的。没有啊，我才不会讲呢。可只要你知道啊。我真的，哎，你的名牌包呢？拿去当了，没关系，不要太难过了，我送你一个就好了，不用怕我破产了。你以为你买几个名牌包了不起哦？每当吃力啊，就是用力啊，就是以为大家不知道吗？很装，不羞耻心啊。你说的、啊，这个牌不是我说的，是跟我最好的朋友洪玉佳说的、啊。谁对谁错？